溪溪街市新面国际商业亚球赛，今边一点面容开幕嘅。今年出台普及了有三十二个村伍来参加比赛应会。副总统陈建仁、媒体的哈南同市新面亚朋友车永桥强下来参加开球仪式。许多美国打亚球嘅选手陈伟贤同郭国飞，媒体到现场为新球员来加油。副总统陈建仁发声棒球投手，教育部次长蔡勤发担任的是打击手，两人强下比 TC 界慈善民国际手棒赛开球。陈建仁表示，慈善民一生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值得大家来学习。有机会就永不放弃，而且呢，只要穿上球衣的一天，就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。所以，慈善民总教练的一生身体力行。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，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仍然是穿着球衣。我只是很单纯的让孩子有一个扩展的视野，有一个交流赛，因为孩子长大以后未必会继续打球，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没有继续打球的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开幕赛体组对闽南国手对手的中国东北堂盛阳小学，闽南国手以11-12输了一分。棒球选手陈伟贤同郭国飞替棒球教室分享打球的经验，也鼓励小朋友莫惊失败，专心同一件事情做备好。胜不骄傲，败不馁，对不对？输了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加油；赢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更加努力，不要输给其他人。不要去因为现在的表现而去设限你未来的发展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要好好珍惜当下每一天的训练，然后。现在说什么就认真去做，然后不要再去想其他的事情。今年的慈善民棒球赛挑拜省级国际赛，除了全台32小棒队，今年还有南韩的孙玉国手同中国东北堂盛阳小学向下来参赛。比起4月64场的比赛，将会体验19号下注争取冠军。下个小闻整份资工报道。